锅香，地道十三香。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天天饮食》，今天我们和年轻的张晨冰师傅来学一道很好吃的菜。对，今天的菜是香煎黄鱼排。肉质鲜嫩的黄鱼制作成鱼排，不仅没有鱼刺的困扰，同时色泽金黄诱人，口感外酥里嫩，最大程度上保留食材的原味，清新鲜美，老少皆宜，赶紧来试试吧。您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黄花鱼，辅料有芹菜、香菜、柠檬、洋葱，调料有玉米面、白酒、花椒、白胡椒粉等。看今天的小鱼买的多倍这个新鲜哈，来看看看这个新鲜，就是要教我们怎么回事来着？看腮、看眼睛、看腮、看眼睛、看身上。三样，一个是眼睛没往下凹，还比较亮，然后腮这儿没有发黑或者发对对太深的颜色，肉的弹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味道。行了，鱼选的特别好，然后今天是香煎的做法。对，家庭烹饪我们就是有点怕煎炸，其实就是怕碰油。对，但是你看家里吃有烧有炖有炸，咱们今天做一个煎的。这个是可以控制油量不用太大。对对对，但是又很好吃。对，今天呢我们这个选料呢要跟以往不太去一样啊。不一样在哪里？那我们今天我们用玉米面粉。你是说给这个煎鱼身上挂糊的时候拍一层薄薄的粉，拍粉用玉米粉？对对对，这个好处是什么？待会儿做的时候再说吧。对，这样你看我们先把鱼处理一下。因为咱是这样，这个为了便于在家里老人小孩都方便吃，我们呢去骨，就是鱼排嘛，我们要净肉。哦，所以今天那个头尾还有中间的那一根竖刺都把它剔出来。对，都剔出来，这样呢它一个煎的时长会快速的成熟。再一个这个吃的时候比较方便，不用担心有鱼刺的问题了。对了，所以今天这个菜叫香煎鱼排，而不是香煎小黄鱼哈。对对，如果是叫香煎小黄鱼，我们就整条放进去煎了。对，整条煎也可以。整条煎的时候呢，就是买个的话就不要买这么大的，稍微偏小一点。这种如果是煎炸着吃呢，就是有点煎不透哈。对对对，是不是煎炸了就用稍微个头小一点，再小一点的，对，2-3两左右的。像这个能有个4两，这是4两到5两的。再有那种大黄鱼，就是烧着吃是最好了。对，烧着吃，蒸着吃。很新鲜也很嫩。对，这个肉质真的很好，做鱼排也合适哈。对，好了，鱼肉剔起来了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鱼刺也去一下。这样保证连小刺都没有。这个黄鱼就这点比较爱人。对，它蒜瓣肉。所以真正叫做鱼排的鱼，也不是说什么鱼都行哈。对，咱们最好还是选择这个海鱼，它这个肉质比较好，腥味少一些。因为咱这淡水鱼呢，它这个土腥味比较大，加上刺儿也比较多。对，多数刺儿都比较多。好了，这回是干干净净净鱼排了。对，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料啊，花椒、白酒，还有这个蔬菜，还有一只柠檬啊。对，还有一只柠檬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花椒弄一点花椒水，来一点热水进去。来一点热水，一点就行吧。哎，对，一点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样拿热水把这个花椒的味道激出来。我们来点蔬菜，我们来点香芹、香菜。这都是待会配料哈。不是，这就是腌的时候去它的腥味儿。腌鱼肉用的。哎，对。啊，你这个用法挺奇怪的。用洋葱呢，我们能理解，通常我们都是用葱姜水，是吧？对，洋葱我们能理解，还用芹菜？对啊，这个是一个是增加素菜和这个鱼肉蛋白的一个营养，再有一个它也去腥。平常还真想不到嘞。对，芹菜的味儿其实是可以去腥味儿的。而且这些呢，你就不用专门，就家里像摘菜的时候那个老芹菜叶儿啊，葱叶子呀，这个洋葱稍微放一点就非常好。我们先来一点白酒。今天陈冰教给我们的这个给鱼生的鱼肉去腥味的这个几样，你看我们这时候把这个盐新鲜的放在这里。你这简直像是做沙拉了，已经到这个步骤感觉像是做沙拉。对，为什么说把这个盐放这里呢？基本上我们这个加热前的调味儿，这个我们在后期煎的时候就不用加味儿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花椒水倒进去。所以呢，这点花椒我们只是要这个水的那点味儿就够了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盐进去之后，我们拿
一抓它就会出水，是的，汁儿就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它的这个素菜的香味儿也出来了。嗯，你看我们这样稍微让它腌一会儿，嗯，我们再把这个鱼排再轻轻的，然后打上点小花刀，哎，打上那小花刀，这样呢变入它就入味儿。我有时候在家里一打花刀，一使劲就使过了，就切穿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打完花刀，然后再切小块一点儿。这个一会儿也要抓一抓吧。对。哦，你这个汁儿的那个香味儿出来喽。因为这个腌制呢，因为大伙看到了，我们这处理的这个鱼很精致，而且它肉呢比较容易入味儿。是。腌个3-5分钟，而且这个海鲜的东西也不适合长时间的腌。腌的时间过久会怎么样呢？腌的时间太长，这个鱼肉就被拿死了，它的嫩度就会差一些。哦。就相当于这个腌料对这个鱼肉起的作用太深了。对。嗯。对。我们要保证它的时长，既让它有味儿，要保证鱼的嫩度。正合适的话，你说这样5分钟就够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腌上3-5分钟就够。那么我们这个抓的过程要抓到一个什么状态？你会发现，哎，突然这个水没有了，快。对，就好像吸进去了又。对，吸进去了它这个素菜的味道。嗯，所以那点盐就是帮助鱼肉把在它还没有加热之前就吸饱。对。嗯，腌一下，我们准备我们的玉米粉，准备给它拍粉。好的。行，你看我们这个，嗯，也差不多了啊。嗯、好，拍粉，我们就拍粉。但是这个拍粉的时候呢，嗯，一定不要粉不要太厚了。怎么做才能不要太厚？就是蘸上以后还要拎一拎，对不对？对，薄薄的一层让它。如果太厚的话呢，就伤害这个鱼肉的鲜嫩的质感了。对，我们就只是让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。嗯，为什么今天想到用玉米粉来拍粉，而不是用普通的淀粉？对，因为玉米粉它本身是粗粮，从咱们健康饮食来讲，因为人现在吃这个粗粮吃的比较少，嗯，这是一个从营养角度。再一个呢，你这个煎完了之后，这个玉米面呢，一个是香味儿，非常比咱们一般的，因为有特殊的香气、有特殊的香气，嗯。再一个呢，这个它煎完了之后，嗯，它这个口感比较脆。哦，姐姐，你帮我做点油。好的。锅要烧热它先，是吧？对，烧热之后再加，加油。所以我们选的平底煎锅，因为鱼排呢，也不用吃油很多。对，油一定不要多。你觉得多少合适？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其实这个看了，这个已经很热了，油温应该是不会太高的吧？对，4-5成热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了。待会儿看到了，我把火关了，看到了，关小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保证它的受热均匀，我们先一点点往里放。其实平底锅的好处在煎炸的时候就非常明显哈，如果是那个这样它受热均匀一些。是的，这个薄薄的带一层糊，不担心它会脱下来吗？这个不担心，但是待会儿呢，我们这个从火候上一定要控制好了。看了这个我都下进去之后呢，我要把它开大火。嗯，这大火一下子上来的目的是让它封住了。嗯，先给它表面定型。嗯，这是我们先从大火调到中小火，让它均匀受热。你看，听声音呢，我们这边沙沙响了，沙沙响了，背面肯定已经有的，已经定型了。哎，你看翻面的时候，那个鱼肉都已经不是那么软了。对，其实你看，虽然是平底锅，火眼本身出来的火力是不均匀的。对，我们这样煮过给它翻过来，所以时不时的陈斌还要调一调那个锅的位置。对。像这个薄厚的这种新鲜的鱼肉做的鱼排，我们两面都煎住了以后，是不是就差不多了呢？对，很快就给它封住了。嗯，因为鱼肉呢吃它的嫩度。是。这个完了之后呢？嗯。这是一种吃法。说了我就不爱吃这个，这种炸煎好的，我还愿意吃，可以炒一个鱼香汁儿，这是一种吃法。还有呢，我可以外带点孜然呀、辣椒面啊、椒盐之类的。哦，还有我们的麻辣鲜，嗯，都可以。就是说，其实要吃干炸的就吃这样的了。如果想带爆汁儿的，我们待会儿只要调一个碗汁儿，然后把它这个裹一下汁儿就行了。对，嗯。还有的说了，我爱吃西式的，也可以蘸点番茄沙司。嗯，因为刚才实际上你在给这个鱼排码味的时候，没加什么特别的味道。对，它是一个底味儿。嗯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用的这个
马味的时候，去腥马味的时候用的这些料哈，对，有芹菜，有洋葱，有胡萝卜，还有这个热水激出来的花椒水，对，然后加了适量的盐，对，盐，基本上就是这些了，啊，包什么都没加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嗯。因为你看，我们今天呢去腥的有花椒，嗯，有柠檬，嗯，还有蔬菜，基本上它的去腥效果已经会非常好，还是很清香的。对，这个效果。行，你看这个马上就好了。你这个马上就好了，除了两面煎住了，还有什么其他判断标准吗？基本上你看，一按它里边有弹性，嗯，肉还是软的。对，嗯，外边是焦壳的，这就行了，就行了。嗯。颜色也是两面都上了一些金黄色啊，哎，两面金黄，颜色非常漂亮。嗯，假如煎过了，是不是就是说，比如这会儿我转身去干点什么再回来，筷子下去，一个是火色上重了，一个是肉就变死了。对，但是那个你要太时间太长了，这个水分挥发了，嗯，就会多一些，它的肉质就没有那么嫩。嗯，啊，其实是倒也没有什么，但是它从肉质口感来讲是稍微差一点。可惜了，今天那么新鲜的黄鱼了。对，好，你看我们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嗯，可以出盘了哈。对，还是很香的哦。还有说了，我不喜欢吃这种，就是说特别嫩的。嗯，你就把这个刚才的那个玉米面和成一种糊。哦，把它裹住了。这样那个外面壳就会显得重一点的。对对对对，那个那是另外一种风格了，就是它会就像炸小黄鱼一样，当然比炸小黄鱼的口感丰富一些。好了，好，金黄漂亮的香煎黄鱼排，看见这个鱼排觉得应该有点啤酒。拿上面这块吧，待会儿你好摆盘哈。嗯，尝一下。其实你一边炸，我一边在想，这样的鱼排还可以换好多种，是不是很嫩呀？是很嫩，大家看，你看底边那个地方是炸得很脆很结实，对对对，底边是这种沙沙的感觉，嗯，然后上面一肉筷子轻轻一碰就对就破开了。除了黄鱼还有什么鱼来着？刚才你说咱们这样说了，我有些人说了我不爱吃鱼也可以，你拿虾做也可以，做虾仁，嗯，虾仁虾球，然后给它中间一劈开了之后，按咱们这种做法，嗯，煎虾排也可以。虾排是不是应该把那个虾从那个后背开一刀，对，片成蝴蝶片那样？对对对，然后拿刀轻轻拍一下。嗯，哎，这鱼肉真的很嫩。嗯，就缺啤酒了。嗯，赶紧回家学着做吧。嗯，很多种鱼肉还有虾都可以做成这样很美味的这个海鲜排啊。对对对。嗯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外酥里嫩、清新鲜美的香煎黄鱼排的做法吧。一，黄鱼处理干净后，沿中间鱼骨片下鱼肉。然后处理掉多余的鱼刺，打花刀后改刀备用，取少许洋葱、芹菜、香菜、胡萝卜、柠檬，改刀放入碗中，加入白酒、盐、花椒水调味抓匀，然后放入鱼片腌制3至5分钟。二，将腌制好的鱼片两面拍上薄薄的玉米粉备用。三，煎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当油温4至5成热时，小火下入鱼排，然后开大火煎至两面金黄即可享用。好的，我们好吃不懒做啊，赶紧开始学着做吧。天天锦囊今天带给大家一道滋味酸辣诱人的凉菜——酸辣蕨根粉。制作酸辣蕨根粉需要准备的材料有：蕨根粉、榨菜、红油、大蒜、小米辣、花生米、酱油、醋。做法很简单，一，开水放入泡过的蕨根粉焯烫之后过凉备用。二，将醋、酱油、白糖、盐、香油、红油、榨菜、辣椒调成料汁。三，将蕨根粉放入碗中，倒入料汁，撒入花生碎和香菜，拌匀即可。